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，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关上门之后，我就准备动手了。现在正是好时候，刚巧是上午10点钟，这个时间段到中午12点，正好是天地间阳气最重的时候，所以我压根没有封门窗。打出死胡子来，我估计他也不敢往外面跑。我取出百臂刀，从书包里拿出一卷墨斗线。这墨斗线可是我精心准备的，在公鸡身上阳气最重的机关血里泡过，绝对是克制脏东西的好玩意儿。我招呼张博文帮我用墨斗线把老太爷给绑在床上。做完这个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，有着东西控制着，我就不怕那死胡子挣扎。经过这么来来回回一通忙活，我贴在老太爷胸口上定魂符已经燃烧一半了。看现在的模样，恐怕最多最多能坚持7-8分钟功夫。文哥，一会儿啊，我往那老太爷身上定魂符时候，你给我冲上去就打他。我扭头看张博文，有些不放心地说，记住往死里打。打？张博文有些诧异地看着我，你是说让我打一个老头啊？没错，准确说应该是打附在老头身上的那个脏东西。我长长呼出一口气，缓解了一下略微有些紧张的情绪，这才说道，这个脏东西跟着老太爷有段时间了，快把老太爷完全控制了。你打老太爷他也有感觉，这个畜生就怕打，打的狠点就出来了，到时候交给我就行了。张博文脸上有些犯难，毕竟打一个老人这种事情不牲口点还真是干不出来，反正我是干不出来，要不也不可能让张博文上。他犹豫了挺久，这才狠狠一咬牙说，成，那我可就真打了。我点点头，一把扯掉老太爷胸口上定魂符，有这东西镇压着，那上老太爷身的东西就没法动弹，想离开老太爷都不行，所以必须把定魂符拔掉才能把脏东西给打出来。我这一拔不要紧，老太爷顿时吱的一声尖叫了一下，那声音跟老鼠在叫一般，听得我心中抽了一下。那老太爷的脸现在更加狰狞，嘴巴张得很大，看上去就跟要咬人一般，脸上皱纹挤成一团，那双线性瞳孔看起来更加怨毒，一脸的凶相，身体跟蛇一般扭动。不过他身上已经被我绑满了黑墨斗线，想起来是根本不可能的，越挣扎那墨斗线上面的攻击血对他伤害就越大，滋滋冒青烟，烫的鬼东西真是叫个没完。我看张博文还在一边愣着，郭家被这东西的模样给吓了一大跳，顿时催促他，文哥他们愣着干嘛呢，上啊。张博文被我这么一催促，终于回过神来，怒吼了一嗓子冲上去，跟铁锤似的一下子就砸在老太爷脸上，顿时那鬼东西惨叫了一声。张博文这人也心硬，一动手就不再犹豫，拳头噼里啪啦的往人家脸上落，跟下雨似的，砸得附在老太爷身上东西是惨叫个没完。但是这拳头毕竟还是往老太爷身上打，没一会儿老太爷就皮开肉绽，满脸都是鲜血。哎，我说能不能别往老头头上打呀，打坏咋整啊。我一看张博文这打人的打头啊有些犯愁，于是忍不住就一边提醒，打疼的地方哪儿疼哪儿打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张博文二话不说，砰的一拳就堆在老太爷裤裆上，顿时一道凄厉惨叫声从老太爷嘴里发了出来，老太爷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，线性瞳孔里是满是痛苦。我一瞅着架势，顿时满脑子黑线，这张博文有些彪吧，哪疼打哪，人他娘也不能打蛋呐，那玩意打碎了这不更要命吗？
别说挨打了，连我看着都感觉裤裆发凉。不管男人女人，那地方都很脆弱，有你这么打的吗？结果张博文这家伙似乎还没来够，抬手又对裤裆来两下子，一边打一边还嚷嚷着，让你他妈不出来，让你他妈不出来。这两拳头下去，那东西的鬼叫声已经变了，那双线性瞳孔里终于闪现出一丝恐惧，一道尖锐阴森的女人声音从老太爷嘴中传了出来，不要打我，我出来，我马上就出来。这话刚说完，刚才一直挣扎的老太爷的身体顿时不动了，眼睛和嘴巴无力地大张着，一团团白烟从七窍里喷涌了出来，一下子这屋子里气温就开始低了，阴冷阴冷的，冻得我浑身直哆嗦。我知道这是阴气在加重，看来那东西马上要出来了，当下心中一紧，二话不说抽出百臂刀，对旁边的李佳佳吼道，快把喉咙拿出来贴胸口上。李佳佳早被这一系列事情吓得呆在一边，小脸苍白，被我这一顿吼顿时哆嗦了一下，扭头问我，喉咙是什么呀？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喉咙是我们对这玩意儿的称呼，那天我让他去女厕所把我弄的时候也没告诉他那其实叫喉咙，现在我忽然整出专业术语，人家不知道也正常。当下我连忙对他解释了一遍什么是喉咙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李佳佳脸一红，连忙拿出书包开始翻找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从背包里扯出一个塑料袋，打开之后里面有四五条的喉咙。李佳佳一脸嫌弃的撑开塑料袋，似乎不愿意用手抓那玩意儿。我一看顿时无语了，才准备这么一点啊，红龙见鬼燃烧极快，胸口贴这玩意儿是为不被脏东西上来就一下子给袭击，也起到一个争取时间作用，这就太少了呀。不过这时候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一把抓起几条红龙给我每人胸口拍上一条，轰的一下，我们贴在胸口的红龙当时就燃烧了起来。不过诡异的是，这回的红龙竟然燃烧得很慢，这不对劲啊。我以前用过红龙，普通阴魂出现之后，这玩意儿最多能烧个三四十秒，可眼下这玩意儿没个五六分钟根本烧不完的，难不成是处死的？在现在这炮火连天年代，这玩意儿已经很少了，我没想到这李佳佳竟搞到这种稀罕玩意儿。我不禁问他是从哪儿来的，李佳佳脸一红，支支吾吾地说他嫌厕所的恶心，又恰好他这两天来事儿，于是他干脆拿自己的了。我顿时大喜，直接安排他以后啊，有呢给我留下，我全要了，把李佳佳弄得满脸通红啊。这时花木兰的声音忽然在我心中响起，别光顾你龌龊主意了，眼下这阴魂不强，正是你修炼杀气的最好对象。老婆一开口，顿时犹如一盆凉水浇下，似乎当自己老婆的面为人家女孩要卫生巾而且用过的，这确实有些不太合适了，而且还有点变态的味道。可是没办法呀，哥们就从张青牙那里学来这几招，第一次出任务还不得一股脑的全部用上。不过花木兰提起杀气，我才终于反应过来，竟然把这一茬给忘记了。可是修炼杀气的口诀我知道，怎么激发却不知道。花木兰和我心意相通，一下就明白了我在想什么，顿时就说道，想想你受的耻辱，想想你的仇恨，然后默念口诀，其他交给我，这一次你成功吸收这个阴魂，以后你体内有杀气了，你自己能随时控制。我一听，顿时开始脑海中回想最让我痛恨的一切，心中默念杀气口诀，想着我父亲的死，想着面对多伦王子我无力，想着花木兰为我做出的牺牲。
渐渐的，我发现我的视线开始模糊了，所有色彩渐渐淡去，入眼之处完全是一片通红，就像是鲜血蒙住我双眼一般。我看到了李佳佳、周静、张博文，他们身上全部披着血红色，但仍旧能看清面貌。除此之外，我发现在屋子的西南角还有一个血色的人影，他的身后拖着长长的尾巴。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